就都还蛮调整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呢、啊。那林恩宇休息的时间更长，那今天的复出哦，感觉上投球状态不错。是。结果是一个 double play， 结束了在五局下半的义大犀牛队的进攻。这场比赛呢，在前五局打完之后呢，现在比数呢是4-1，义大犀牛队呢取得领先。